就才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哎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啊！恭喜发财！那个红包是你要给我啊，笨蛋！不是你要，对，拿给我提啊，给我提啊！哎，我拿给我这个啊，拿给我啊！今天买了一个很屌的东西。哎，那是我想要拍的。这个你也要拍的。歌林意式浓缩，你可以啊，我只是做 vlog 开箱，这又不是。等一下。帮忙吗？应该可以。我还是先买比较最长的。这一包呢是邦尼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本来它一直都没有什么用处，自从我昨天买了这一个歌林意式浓缩咖啡机，它终于有效用了。不然的话，它应该会尘封在我们的就是工作室里面，到我们离开的那一天。那这一个呢，听说它原价是4980元，经1.9折过后变成940元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过年嘛，过年嘛，过年就是要怎样？就是要买一个好的东西来犒赏自己。然后它也刚好在这段期间做促销嘛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它了。哦，而且你知道这台吸引人的地方是哪里吗？它可以打奶泡。对，我原本以为我们需要手动打奶泡，但是没有想到这台竟然可以，旁边有那个小口，自备打奶泡的功能。滴好了吗？哎，等下水会不会多？哎，会不会烧到那个？不会，它不会烧，它顶多只是那个气而已。你怕炸掉是吧？我怕气喷出来，喷在脸上，眼睛会受伤。哎，没有，现在我们还在煮水。这没有咖啡，我们现在没有咖啡。机器的味道吧，我觉得它会满出来。哎，你确定吗？我觉得它满出来了，我觉得它已经满出来了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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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底下刚刚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要用，我们要用咖啡粉来煮咖啡啊。在干嘛？哎，小爱，你有猫的电话吗？没有，没有他电话。哎，还有味道吗？还是有味道。啊，好舒服哦。嗯，手机帮我放回去。好。再多有个气球。因为我心肌最重，我还没等。不会，都还好，我们两个都是正常。有人在那找我。对啊。因为刚才第一场告诉我啊，怎么讲？我在那边闻。对啊。好，好大啊！肚子大，肚肚。这是一种干嘛？有还有人比我还要大，不要这样。我还算小了。就是人气越高。没有，这边有三个 size， 你不知道。哎，说实在的，真的是大家只要一到。你不要拍我的肚子可以吗？某种程度肚子都会越来越大啊，我离还越来越远。这是步入到25岁过后就会开始。喜天也都没有，耶，喜天也变胖了。他变胖啊，去当兵变胖。对啊，目前为止好像他说进去两个月而已，对啊，就变胖了。就只有我还是一样的身材。等你到25岁就知道了。哎，不会啊，人气跟身材是成正比。我们现在在预估这一圈的这一栏的价钱。皮蒂预估是1700，我大概1500左右。然后你不要变了，我是1500。然后我是选1250元。会不会改1300？不行，不能改了。不行，露营纯正，输的要弹额头。喝2杯可以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做骗手这么多啊！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我要输了，我要输了，要爆了，要爆了。不会，现在1000多。1035，1035而已，够了，够了。1114嘞，那边还有一些东西哎，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。
糟，我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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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480。好险啊！靠，好险我有变。更1500刚好。来吧，我瞄一下就知道是1500，好不好？刚刚好，差个几十块而已。所以你很常买这些小东西是吧？这才是让我越来越远的原因。现在我们的时间是10:20，那再过一个小时又35分钟左右就差不多要跨年了。每年惯例呢，我们都会在这边来去做交换礼物。10:21，对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次也来了很多人，然后我们的礼物也非常的好。而今天里面呢，正在玩我们的 VR， 差不多，等下就要交换礼物了。这是我们今年的圣诞礼物，不是说跨年交换礼物。你找不到位置。他闪秒，嗨，闪秒，你知道他闪秒要爆炸！一。